这两名选手呢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两名乒乓球运动员。如果在这一场单打比赛当中，史令辉战胜的话，双方俱乐部呢还要进行啊，的影响。那么现在看来他已经恢复了正常，这次比赛打得不错。好球，刘国梁转位推挡的时候可能会反手拉出，刘国梁黑的一面的颜色呢是正胶，红的一面呢是反胶。虽然他也知道对孔令辉打很下风啊，刘国梁自己发球的时候往往能拿四分，现在对孔令辉反而输一分。来点变化来战胜孔令辉，好球，被他防过来，好球，所以他以前不是除了今年的世界团体赛输给了瓦尔德内尔以外，他这次之前曾经六次战胜瓦尔德内尔保持不败。他曾经说过，我每次用一点新的东西，对方有时候就迷惑，会战术变化呀等等，所以他打得比较凶狠，因为他如果按常规打的话他不可能赢孔令辉，还落后孔令辉两分。而且呢，这个观众的这个热情啊，不仅在这个场馆里头响起，一睹这个国手和世界乒乓球高手的风采。和日本像日产自动车在中国比赛，那天正是第一天的上午，那天就有半成以上的观众，他们都是呢，所以中国乒乓球运动扎根比较深。拉开了，非常熟悉的国外乒乓精彩的比赛。现在孔令辉16-13领先，基于对抗当中，孔令辉是以21-14战胜的刘国梁。如果孔令辉获胜呢，那么是本届锦标赛第一次出现2-2的平局，还要进行第五场，第五场的决赛。孔令辉借刘国梁的发球是太好了，一般的人啊，连有时候看不清楚到底什么旋转，孔令辉好像看都不用看，拉起来就打。